你还记得那里吗？我们学校后门啊，我们经常来这里逛。我记得我们以前没有钱的时候，30块一个晚餐，那时候两个人30块。我们点一个凉拌，一个炒米粉，然后一杯一盒糖，再加一个烤冷面，哇，很幸福啊！超幸福，感觉很奢侈过的。现在感觉没有以前穷了，然后想吃也能吃得起了，就感觉满满的回忆。你放心，我们没有以前穷啊。然后你我们终于熬过来了，宝贝。你又是没有熬苦日子的人，是吧？我们以前就去拿快递，然后拿完快递赚了的钱，就来后门这里吃土鸡包。但是我能开心晚上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男生在最穷的时候，就是他读大学的时候，特别是大学谈恋爱的时候，是他最穷的。因为那时候他又要谈恋爱，但是他又没有工作，就我现在就很感慨。你看你现在是陪我熬过来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就是男生是不会忘掉那一个陪他熬苦日子的女生，你知道吗？以后绝对不会亏待你了。我宁愿只吃一口饭，我要让你吃够一碗。你来自动或许都没有太大。